田中，你喜欢听音乐吗？我不喜欢听音乐，我喜欢运动。你喜欢打网球吗？我不喜欢打网球。你喜欢做什么？打棒球。和游泳。你呢？我常打篮球。也常踢足球。我觉得踢足球很好玩。明天是周末，我们早上去踢足球怎么样？好啊。